よし。唉，要是一片漆黑的小道，我都有心理阴影了。也不知道牙医现状如何，至少没死吧，不然灰蛇那儿可要乱成一团了。算了，还是多关心一下我自己吧。交头地点应该就在前面了。哼，接头人已经到了，让我猜猜你是哪一位灰蛇。你来了。给你要的东西。优雅的鸡尾酒在里面，身份信息都在这儿了。从现在开始，你的名字叫帕比鲁斯·格林菲尔德，而我是你的美丽助手西帕提亚。我们将在明早十点拜访尼维尔工业实验室。很好。你的消息来源可靠吗？我的意思是，如果真如情报中所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可相当棘手。可靠？很多人以为只有把陌生人的牙齿一颗一颗拔下来，才能从对方口中听到真话，但我不一样。我向来都是把他所爱之人的牙齿放到对方的面前。开个玩笑，这是一部电影里的台词，我来之前刚看完，偶尔也想换种风格。怎么吓到你了？这个语气是你？别来无恙，西欧拉，距离上次见面有3年多了吧。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抱歉，阴魂不散。你还是别用这种语气说话了，和基地那一位的差距实在太大，我受不了。有吗？我倒是觉得没什么区别。你看，我都没穿自己最喜欢的夏威夷衬衫。拜托了，你还是少说几句吧。先去据点吧，带个路。这边就在附近，得知来的人是你，我还特地布置了一番。敌人，你这布置做得不怎么样。只是些游荡的机甲，别在意，这地方原本就不大太平。这儿了。时隔3年的再度合作，有什么感想吗？有啊，想快点结束。然后回去休假。这种对话让我想起从前，你离开世界蛇的那段时间。那会儿，我们都对彼此多有照顾。是多有监视才对吧？别这么说。难道只有我把你当做老朋友？那我的老朋友可有点多。还是说正事吧，听说天命和逆商也在行动。没错，但那边的动作比世界蛇更谨慎，不影响我们的任务，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暂且忘记他们吧，我们得专注眼前，明天的行动必须小心，非常小心，不容有失。这么重要的工作只有我们两个人？就两个人，从头到尾不能再多了，一旦被发现，所有的准备都会功亏一篑，我们多半也不能幸免。但从这一点来看，那位灰蛇还是相当认可你的，毕竟他选择了你。说是非我不可，但谁知道呢？也可能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才挑了一枚最不重要的棋子吧。棋子？也许吧，没准我们都是棋子呢。好了，开门吧，我累了，希望你准备的卧室足够舒适。凯文死了。牙医小姐，伊典，这是在你到来之前我们便知晓了这件事，于是才凯文的数据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就和艾丽一样。消失，过于委婉的说法了。科斯摩，我理解你的隐忧，甚至我能理解千杰心中的怒火，但如今事实已在眼前，真相又仍藏于阴影之中，我们也必须务实一些，不必如此剑拔弩张。假设背叛者真的存在，他或者他们也不可能会在来访者和数位英杰的面前贸然行动。那菲利斯，没有异议的话你也出来吧。哎，对不起伊甸姐，我只是看见杰哥气成那样，太害怕了，只好慌忙躲起来。但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也觉得伊甸姐说的对，现在可不是内讧的时候呀。我们不是十三英杰吗？大家明明很团结的，可能也没那么团结，但好歹也算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嘛。不要把气氛搞得这样紧张呀，也许这只是一场恶作剧，或者是蛇姐的实验，是维尔薇姐的魔术。对不起。你不用道歉。我只是不相信我们之中会有背叛者，凯文老大的事一定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可能有什么咱不知道的内情，或者是什么难以言说的秘密。阿嬷，每个记忆体都怀抱着秘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实，关于自己，关于他人，或者关于绿者。科斯摩，我只是在陈述事实。看来必须承认，如今由失信编织而成的误杀正飘荡在我们之间，恐怕这也是阴谋的发起者乐于看见的局面。无论怎么争执，艾丽和凯文已经消失，英也不知所踪，这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我有一个提案，与其看着分歧加深徒增隔阂，我们不妨就此散开，去保护各自最重要的事物，同时静待苏的消息。分头行动，可是这样不是更容易被敌人逐个击破吗？牙医小姐，
如你所见，眼下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事物不尽相同。既然无法达成统一，那承认差异不失为另一种选择。更何况，如果记忆体中最为特殊的艾丽和最为强大的凯文也未能幸免。那伊甸姐，我可以跟你走吗？就算只有一点点，我也想帮上大家的忙。谢谢你，菲利斯。但如今十三音节的第一和第二先后遭遇不测。如果对方有意遵循位次来设立目标，那待在我的身边绝不安全。位次的确，这也是一种思路。虽然艾丽西亚现在位列次席，但在十三音节结成之初，她才是那个第一位。而且我接下来要做的事也比较特殊，我会前往置身之处确认阿波尼亚的安危。阿波尼亚妈妈会有危险吗？我不知道，格雷修，所以才要去那里。这段时间你就乖乖跟着科斯摩，不要到处乱跑，好吗？好，我知道了。伊甸姐要去置身之处啊，那我跟着确实有些拖后腿了。不要消沉，菲利斯，有一件事我的确想拜托你。乐土中的那些近路与小道，我们之中只有你最为熟悉，我想拜托你多加留意这些不为人知的小径是否还有其他人使用过的痕迹。哦，的确，要想瞒过大家在乐土中行动，是得用这个办法。那我岂不是有可能跟凶手撞个满怀？稍作留意就好，重要的还是你的安全。好，好吧，我尽量。反正逃跑也是咱最擅长的事。谢谢你，菲利斯。那，科斯摩。我知道，我会照顾好格雷修的。拜托你了。那，我们就此作别吧。雅伊小姐，请来这边。我需要你帮我另一个忙。伊甸，需要我做什么？如你所见，绝大部分英杰都已知晓了现状，但阿波尼亚、维尔威和梅比乌斯博士他们并不在这里。看来因艾丽离去而产生变化的不只有我们。求万物于身见，此身为主，引道途于至暗。服好千劫后，苏会尝试联系梅比乌斯博士，阿波尼亚那边则由我来告知。而牙医小姐，我希望你能将现今发生的一切去告诉维尔威。即使每个人都有嫌疑。的确如苏所言，艾丽消失后，就连勇士乐土本身也受到了影响。毕竟构成这里一切的都是他的记忆。看着这番风景，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艾丽，他的确不在了。之前瞒着你，很抱歉。不必道歉，雅伊小姐。我相信凯文的决断。
尽管本人总是谦逊地否认，但他无疑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只是，如今情势已有所不同，没有第三个人拥有艾丽的凝聚力或是凯文的力量，现状也无法再凭借数人的努力加以掌控。因此，我只能采取和他们不同的做法。说实话，你会主动站出来成为主持者，令我有些意外。是吗？的确，和我一贯给人的印象不符，对吧？是啊，亚依小姐，即便是我，也会有一反常态的时候的。这是很漂亮的花，对吧？就像他一样，我总是将他带在身边，这会让我想起他的模样，他的笑容，他对所有人的爱。而今，就在我几乎要被再度与他分别的悲伤吞没的时候，也是这道光又一次为我指明了方向。他这么对我说，去站到聚光灯下，维系起众人吧，就像他曾经做的那样。否则，他留下的这一切不就要消失不见了吗？伊甸，抱歉让你产生困惑了吗？就把这当作我为自己反常行为的辩解吧。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只是那朵水晶花，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这是每位英杰都有的护身符吗？不，这是由少数几位英杰共守的秘密。很抱歉，我不能未经那几个人的允许，便将一切和盘托出。比起护身符，它更像一件信物，一把钥匙，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封存在这片绚烂的色彩之中。是那场最后的宴会。雅依小姐，你真的很聪明，我越来越理解艾丽为什么这么喜欢你了。是艾丽西亚告诉我的，她和我说了很多事，我们约好了一起去那里见证第十三律者的真相，还有他的结局，而我也将因此得到自己寻求的答案，可他却没能赴约。看来这就是艾丽的心愿，那我需要做的事又多添上了一件。凯文已经不在了，但他消失前把自己的水晶花托付给了苏，这代表他相信苏的一切判断，包括如何对待那个秘密。转交？原来这些水晶花是可以转移的吗？虽然无法知晓其中的内容，但得到钥匙的人必定是持有者最信任的人，也就有权代替他做出决断。苏告诉我，凯文的数据异常发生在半夜时分，虽然无法溯源出他当时和谁在一起，但在凯文去见那个人前，他将蓝色水晶花交给了苏，这意味着他多少察觉了自己即将面临的危险。但他还是去见了那个人。也许他没有其他选择，也许他认为此事必要，也许他根本没有去见任何人，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我确信凯文一定对此有所准备。不过水晶花转交，原来是这样。我确实见过另一朵水晶花，虽然准确来说我并没有看到它的样子，
阿波尼亚委托我转交给格蕾修的紫色，那是我感受到的气息和这朵花一模一样。阿波尼亚把他的钥匙给了格蕾修，看来我要确认的事再多了一项。格蕾修对此并不知情吧？还有科斯摩，至少在我看来他们并不知情。那还是让他们保持现状为好，我担心知晓此事后的反应会让他们成为下一个目标。或许这就是科斯摩说的秘密吧。是啊，我们总是会因为一些理由对他人有所隐瞒，并相信这么做才是更好的选择。有时的确如此，有时则会招致祸端。就像虽然是出于凯文的授意，但牙医小姐不也向大家隐瞒了艾丽的消失吗？你说的对，出于善意进行欺瞒，这依旧是一种欺瞒，但如果是艾丽的话，一定会这么说吧。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秘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信念，即便如此，大家也是我最重要的同伴。嗯，他的确会这么说。伊甸，你倾向于英杰之中并不存在背叛者吗？我没有这么说过，也请牙医小姐不要被周遭的氛围所影响。你需要持有自己的判断。比如，如果我就是那个背叛者呢？假如对你说出这一切的我，才是那个想隐瞒一切的人呢？如果我被名为新时代的美酒所吸引，不顾一切地想离开这里，并为此利用了所有人，在这种假设下，牙医小姐还会照我所说的去做吗？不，我认为你不是这样的人，这是在与你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我做出的判断，我相信他。这也是我的回答，牙医小姐。真相的答案渺若星空，但虚假的谎言却多如雨线。千万注意，你要学会如何去争辩。我知道了，伊甸。虽然和凯文还有艾莉西亚的风格完全不同，但我认为你也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谢谢你，我的朋友，无非是老生常谈，尽我所能罢了。只是牙医小姐，我又曾多么希望有我作为领导者的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但我想这就是事与愿违吧。伊甸离开了，我也出发吧。威尔威好像说过他要去岛屿中心的那座高塔。求万物于生前，此身为烛，引道途于至暗。见你出鞘。穿过那道门应该就到了。说起来，之前鹰也问过维尔威的所在，不知他们有没有见到，或许可以问问维尔威鹰在那之后的行踪。嗯，门上有一张字条，致我可爱的观众，大魔术师在游乐园恭候您的到来。就在穿过高塔的另一侧，游乐园。
迎可爱的观众，即将为你展现的是本世纪最为壮观的实景魔术，有百年难遇的天才，伟大的魔术师。出来，在我拔刀之前。哎呀，不仅在演出中途跑进幕后，还反过来威胁魔术师，这位观众可真是……够了，威尔威，现在不是轻松谈笑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凯文死了？你已经知道了？别那样看着我，那些从天而降的纸片飘得到处都是，想不知道也很难嘛。没想到继勇士乐土之后，我又一次被夺走了头版新闻的位置，还是被那个凯文，这下我都觉得自己有些失败了。你好像并不吃惊，甚至毫不在乎。可能是我看得比较开吧，可爱的观众，也许是我过于精彩的演出让你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记忆体原本就是已逝之人，对于我们死亡并不是多么陌生的词汇。哼，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并不是所有人都死了，但那是对你而言，英杰们在留下记忆体的时候，无一例外都秉持着必死的决心，怀抱了牺牲的准备。我们是十三英杰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至于外面的我们反而没那么重要了。比起往事乐土，我更愿意称这里为噬火的陵墓呢。记忆体消失也是早晚会发生的事了。重点不在于此，在于凯文为什么会消失，对吧？好啦，别紧张，我只是不想佯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但对于这件事的真相，我可能比你还要好奇。虽说记忆体只是数据，却也因此获得了第二种人生的可能，甚至说不定能弥补现实中无法实现的遗憾。这么一想，是不是还挺有趣的？这也是艾丽西亚说的，最早就是他来向我们转达了外面的鹰的请求，鹰不想让身为记忆体的自己知道那件事，就拜托梅比乌斯和艾丽西亚做了点手脚。这世上有些真相还是不知道比较幸福，如果不知情就无需做出两难的抉择，可以继续信赖烛火之蛾，作为英杰留在同伴身边。鹰，正好我也想和你聊聊他的事。哦，最后一次见到鹰的时候，他向我提起了你。最后一次？你的意思是？他也失踪了。哦，这就有些吓人了。他是来找过我，来取回修复完毕的敌对七雷。他那时的表情可真严肃，还久违地拔出了刀，我都在怀疑是不是有谁说了不该说的话。敌对七雷？是啊，鹰的另外一把刀专门用来清理门户斩杀叛徒，而主动拔出那把刀也就意味着鹰要开始行动了，虽然我是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任务在身了。你是说你发现了他行为异常却没有加以阻拦？别这么说，你觉得我能做什么？挡在他面前然后被劈成两个维尔威？对于英杰就连产生劝说的想法都是傲慢的，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嘛，过于深究小心自身难保哦。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鹰的事了？莫非你在怀疑是鹰杀了凯文？我只是想知道他的去向。以防万一，还是补充一句，你最好放弃那个想法。要在不惊动任何人的前提下独自一人干掉凯文，怎么可能？在这方面我可是当之无愧的专家，我做出的尝试恐怕比千劫烧坏的衣服还要多上几十倍。所有维尔威开发的对凯文武装加在一起总数超过四位数，可至今没有一件能达成这个目标。不管是在现实中还是在乐土里，没人能做到这件事。
我可是每天都在使劲琢磨怎么才能干掉他。哎，从刚才的发言来看，莫非我才是那个最可疑的人？难道可爱的观众是在怀疑我，怀疑我的对凯文武装终于生效了？这很难说啊，看来有必要向你展示一下我的对凯文武装精选了。虽然不习惯将失败品示人，但我也得自证清白嘛。那么可爱的观众，你想先看看哪个呢？一脸期待的样子啊。